我想问你们，红包对你们来说代表着什么？哦，是钱呐！不要玩废话嘞！红包对我来说只是个祝福咯。对我来说，是个美丽，是个意思。啊，明啊！啊，这个红包给你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。啊，才28块而已啊！红包只是个祝福，里面的钱只是个意思而已啊！意思连续给多一点嘛。我爸爸包给我88块一下。切，我爸爸包给我168，懂什么意思吗？一路发。那明年28。哇喂，你老北西北尿哎！前年28，去年28，今年也28，明年28咩？不危险了咩？红包只是个祝福，里头的钱只是个意思。咪，我朋友的红包不是88，就是168，为什么爸爸只包给我28块？咪，我们不是很有钱，爸爸包你一个红包是一个意思。你懂这样子很排解的吗？每年都一样。走了，我们车子，我几个。Yes。走走，你们一起去啊。哦，不要，你们去，我不喝酒。我老魏又不是叫你请客，我请吗？走了走了。Come on 啦，人家红包28块嘞，你叫人家请客，这不会排解咩？明，来，答应我，每年的新年，在这个盒子只能拿一个。啊，里面是什么来的？为什么每一年只可以拿一个？答应我，一年一个。如果里面是钱的话，我就直接花到完。不，你不会的。爸，我希望你能经手把红包给我，亲口祝我新年快乐。老的，今天要做看，我跟是讲真的无求了咩？你声音能听得了的，我会比我会在意的。是前后为安，那爱明天，我袂使好了。后摆我走了，你压就给阿明了吼。你讲，下个新年，我袂使甲伊做连歌了。爸爸手术失败，赶快来医院。爸，明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哭。真的很辛苦，为我们的家赚钱，即使病倒了他也没放弃，他希望你能开心成长，好好做人。你懂得这种牌子的吗？每年都一样。
西北尿哎，前年28，去年28，今年28。每年的新年，在这个盒子只能拿一个。是个好爸爸，不能陪你过未来的新年。儿子。